往前看一下拉链的部分，哎、欸，好时尚哦、喔，真的很好看呢、欸，是不是穿的会变帅？好高级，而且我们看一下，等一下哦、喔，你先不要动哦、喔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拉链是完全是密合的，不进水，完全密合不进水，因为它不是布料的哦、喔，它是防水的，所以连拉链本身都不会湿掉、嗯。很多雨衣就是那个拉链湿湿的，然后就臭臭的就坏掉了、嗯，但这个是完全防水布哈、喔，跟我们那个做到潜水的功能的包包是一样的。是啊，它就算进水了之后呢，是里面还有一层。对 ，Don't worry， 真的不用怕，双层拉链。来，双层拉链吧，赶快把握机会抢起来。好。